子。啊！大胆赵毅，你胆敢轻薄于我，你可知我是何人？我乃是当今赵国夫人，若是让赵王知道你轻薄于我，定杀了你不可。若是让众大夫知道，还会支持你吗？若是让赵国庶民知道了，还会看得起你吗？春平卿，我没有，我未曾做过。好呀，你可别忘了，你脖子上可有我留下的抓痕？那可是你轻薄于我的时候，我抵抗留下来的。还有我的这些随从们，他们都看到了你对我的所作所为。你这个恶妇！你这个恶妇！我要杀了你！我掐死你！我掐死你！我掐死你！来呀！你掐死我呀！你把我掐死了，大王就更有借口杀了你。来啊，用力啊！臣赵毅拜见大王。臣居秦多年，未尽人臣之道，还请大王恕罪。赵毅回到邯郸不久，赵王衍不顾众臣反对，废王后，立昌女为王后。后世史学家给这位出身昌馆、颇有手腕的王后起了个轻蔑的称呼——昌后。吕不韦一番搅乱赵国的谋划，就这样被这位昌后打破了。谢大王恩典。大王万年。